桌球教父庄智渊打起球来严肃专注，徒弟高承睿征战奥运时，观众总能注意到教练席传来一阵杀气。号称冷面笑匠的庄教练，其实下了球场有种反差萌。America 四次落败的，哪个吃空蛮好吃的？台湾 better。吃草莓不忘模仿特殊口音腔调，镜头来到厨房，只见庄智渊头戴口罩，展现拉花技巧，不过拉出寂寞。拱起手腕洗个衣服，也不忘模仿土耳其网红厨师撒盐哥，最后还忍不住笑场，庄智渊私底下很搞笑。当你的眼睛眯着笑，网友说高承睿神似日本卡通《我们这一家》里面的角色柚子，而这一张小高跟庄爸就像柚子跟柚子爸瞬间歪楼。接下来桌球男子团体赛由庄智渊、林昀儒、高承睿组成，16强赛对上埃及，将在台湾时间下周一8月5号下午4点开打，由教父领军，这三人组合也让大家看见体育传承可贵。三立新闻综合报道。